钱是一张纸，谁多谁好使。冲你借钱的时候拿你当亲爹，操你妈！你一张他还钱的时候，那就拿你当继父啊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嗯呐，说好下月指定还，最低蹭你大半年。借钱的时候那对你是欢天喜地，你打电话一催的他就不乐意。好兄弟讲义气，讲情义，张嘴闭嘴的人民币。兄弟借我500块钱，我要交房租。谁成想你去打撸啊撸，操你妈！你给自己买个皮肤。教你如何提醒你朋友还钱，兄弟，你看我脑袋这么圆，像不像你从我借那500块钱？真圆。